貂蝉觉醒之战，我先要技能，你们完了吗？我这二技能差不多零点几秒一个，你看到没有？零点几秒一个，我靠！我感觉我直接硬点，我跟你说，你直接去滑动的话，你滑不过来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一定要去直接点，我教你们怎么玩啊，就是你看到之后直接一攒二技能就可以了，你不要去滑动。啊、我就不应该丢这个一技能的，一技能后摇太严重了，我操！啊，我再也不丢一技能了，一技能真的，你按了一技能，你按不出来二技能，你知道吧？真的不能按一技能，我这不就是按一技能给按死了？为什么你的二技能只要零点几秒，我的要两秒？你猜，兄弟，我的 CD 是50%，而你的 CD 只有40%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玩的是觉醒之战。这个模式我他喵的，我他妈一直按二技能，他自动瞄准的，你知道吧？我在这二技能一直按，把他妈给按死了，我笑了，我真的我没瞄，我让他自己按的。